因为有些老师其实是不习惯自己看着自己讲，因为他比较习惯看同学讲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把它切换到简报这边。现在我真的很久没教 PowerPoint， 我有点不太会，但是我只会播放，有没有？虽然我刚刚现在这个方式看不到自己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，在录的画面会不会有自己？有。会，而且我很认真的看着镜头哦，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这边讲完了，我就回到刚刚那里哦，回到我们的 OBS 里面，我把它停止录。